个周末是五一连假的周末，那礼拜六现在是早上10点，我们第一个行程要先去克罗文跳舞。我又不是在拍你，你在后面摆什么 pose 啊？刚去买教室要用的松香，这个是在化工原料行买的，整块的，所以回去要自己敲碎。我们现在要来打这个松香，把它打成小小块的，然后再分装。已经全部都分完了，耶！我们又回到南台湾最美的漂溪了。那因为明天呢，就是教室这边有办一个活动嘛，就是有邀请各路的好友们一起来我们这个南台湾最大的教室上课，所以今天就是要稍微来打扫一下这边的教室。大家都来上课嘞，嗨！推力电力，手上五位，好的，轻轻落下。Relevate 电力，很好，轻轻落下，脚尖五位夹紧。Demi plie one， 更长的手，很好，侧弯腰 and。
啊，每年的哦，下次还要再来吗？等一下，他要表演大跳啊、哦！来来来，我们来表演什么叫跳十个大跳还到不了尽头。预备备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刚刚好。这是本班腿最长的人要跳十个，如果是本班腿最短，啊、我看一下看一下，最小只的要跳几个？哎，你腿可以，你腿可以跳吗？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十三耶！哎、欸，你腿还好吗？你确定你可以这样跳吗？今天的活动都顺利的结束啦，感谢大家千里迢迢来我们教室上课。那因为早上的课结束之后，我十二点还有一堂课要教，教完后现在已经超过一点半了，终于可以去吃饭了。那下一次全台湾各地的朋友们，芭蕾铁粉冬季工作坊，我们圣诞节见，拜拜。